唔係表情嘅忍耐，係情緒嘅忍耐。因為由故事一開手，其實講緊我已經由依個意外之後同大家失散咗，我自己即係去咗菲律賓，亦都承受咗咁多嘢，翻計劃咗咁多，再翻嚟開始展開呢個佈局。其實由始至終都是忍耐，因為要堅持到底，我要去完成我的任務，就是去討回一個公道，去尋回這個公義。陶敏是我演繹這麼多個，即之前個個都有他的可能的經歷啊、慘況啊，但是這個是真的由頭到尾都是很大。我看劇本，看劇本就覺得離譜，很離譜的這個角色，是嗎？係啊，開頭我第一次睇係瞓唔著啊，幾慘啊！經歷太多嘢啦，即係衝撞。首先樓塌冇咗只腳，跟住去海旁啫，又衝咗落海，跟住仲要去咗菲律賓，以為有人幫你，點知原來遇著個壞人，跟住做初妓，唉，又要承受經歷咁多。傷痛，跟住翻，好在即係都叫做遇到個男人啦。但係點知好快佢又即係過身，跟住之後嘅路就真係只能靠自己一個，係啊，係。咁阿浩信咧，你擔當咩今次？我抑鬱啦，好抑鬱啊！即係佢哋所有嘅結果都係由我造成噶嘛。其實第一集就講咗，因為我細個嘅貪玩。同埋睇唔過眼，佢同阿卓熙兒時玩得咁開心嘅時候，就自己做了一件蠢事，咁啊造成呢五個兄弟姊妹嘅結局就係咁樣。咁所以自己其實成世人都覺得過唔到嘅。咁當我哋再重遇翻嘅時候，就其實嗰個回憶一路都喺個心入邊冇走過，都好希望呢四個兄弟姊妹可以原諒自己，但係又講唔出口自己曾經做過呢件事，所以佢不斷想做一啲行為去補償翻俾大家，連自己條命唔要都得㗎。所以他每一次他見到他們的時候，又很想哭，又很想承認，又很想做些事，做極又覺得自己做不夠，永遠都很憎自己的狀態。所以我都即做那個角色那段時間都挺抑鬱的，因為經常都在一個挺負面情緒底下去面對這幾個兄弟姊妹，咁就多動作，又爬那些竹棚啊、打鬥啊那些都挺危險的。我自己有沒有擔心？其實我幾上癮嘅而家，因為有陣時上癮咗竹棚，上癮喺屋企搭翻個咯，即係自己撳喺街度見到就想爬，喺個廳度自己搭個隨時爬。呢個其中一 part 啫，呢個其中見到佢長期喺公園度喎。喂，落翻嚟啊你！冚鳩命啊！我上癮又成，即係幾上癮動作呢一部分嘅，即係而家覺得拍呢啲。動作如果拍嗰個完成度高嘅時候，自己看翻個 playback， 自己幾滿足嘅。你可以擔當咩咧？今次從秀達都好沉鬱，都唔想又唔想同人分享件事啦，因為覺得自己係錯嚟嘅，亦都唔想講啦，即係都唔想提啲唔開心嘅嘢啦。所以一路落以嚟咧，都係好唔又係好唔出聲，即係怪做嘢。咁啊，同埋我秉承咗我老豆都 ICAC 嘅血統啦，咁即係要追求公義，即不斷去查啲案。但是個人是很不開心的，即對著同事又黑口黑面，又不會怎麼跟他溝通，樣但是就是被遇到蔡思貝這個新的入來的同事，就慢慢即打開了我一點的心扉，即我覺得是寫得很真的，就是寫我跟我媽的關係。現實了，你經常都不回家是唔係，因為我喺開會同編劇，佢哇呢啲咪屋企床下底寫嘅，我唔似嗰啲對白咯，我媽嗰啲對白嘅咪將即係而家某啲家庭阿媽同嗰個仔嘅有啲關係都寫得幾真實嘅，我覺得。嗯，動作冇佢咁多，但係我背嘅嘢要好多，因為唔同 case 就唔同人，犯唔同嘅罪，用唔同嘅途徑去貪污。或者行賄，所以我哋背呢啲係背得好辛苦，因為你背錯個名字又唔得，係啊，呢條例背錯又唔得。但係你咁最有挑戰係有冇有場戲你好難忘？人生第一次中暑咯，係咯，即係我拍我去嗰日全日嘅就係人哋嚟搶犯殺嗰個犯，咁我哋 ICAC 冇槍噶嘛，我哋就係帶住個人走嚟走去避嚟避去咁樣去拍。誰不知我飛虎都不中暑，
我唔知乜着西裝跑嚟跑去就中咗暑。因為嗰日真係好勁，好熱嘅嗰日，暴曬。咁你要繼續拍飛虎喎。我幸好就係呢兩年，即係以前比較傷比較多，呢兩年都幾好彩，即係拍動作你話少不免一啲皮外傷梗有㗎啦。咁你話真係大嘅就冇咩事啦。咁今次拍都好順利。咁如果你話動作戲，可能就係我碌落山同狗對抗嘅有一場。我記得拍嗰場戲嘅前嗰一兩日係落咗一場好大場雨，咁其實我反而唔驚動作，我係驚嗰啲蛇蟲鼠蟻，因為落完雨咧，所有蛇蟲鼠蟻都會出嚟噶嘛。咁因為我會喺個地度滾嚟滾去，我反而係驚啲蛇蟲鼠蟻咯。係出嚟嗰件事。你最欣賞何俊英？佢啊，佢對角色嘅轉延個諗法其實一直都是很深很深，由我 Day One 跟他合作，他都是有很多很多想法的一個人，有時反而會被他嚇怕了，即曾經即很開頭沒有跟他合作，即未是很熟悉的時候，反而有被他的那個很無限 的幻想和想法有些嚇怕，但是一再耐了就其實這個就是他的優點，即他有多沒有少永遠都想即係做到最好，係啦，係即係因為佢自己對戲劇嘅愛啊，咁變相係呢樣嘢係好即係點講啊，好讚賞佢。咁阿波就係佢係，我覺得佢好鬆嘅，即係佢同佢合作，佢係個空間，佢冇好多規限俾自己，我覺得係好 flexible。咁大家係又係好容易夾到咯。定因為就我覺得佢個又係嗰個接納嘅程度可以好大，即係好似上次我拍嗰度點講停手，我哋話直玩到係衫都要襯埋，跟住因應對手玩得佢，唔係因為個故事角色需要。咁佢個接受能力好強嘅，即係有啲我哋度有時喺現場度，喂做啲黐線啲嘅，唔好就咁寫一啖啊，做啲好鬼冇鬼用嘅我哋嗰啲，淨係。啲動作騎唔住啊，係啊，搬佢上台啊，係啊，好 crazy， 即係好 crazy， 係啊，好 crazy 嘅，即係諸如此類，乜即係佢配合你，佢又配合你，又相信你，呢個係佢好大嘅優點嚟，同埋好鬼啱去做嗰啲即係復仇者聯盟嗰啲啊，好勁啊！即係佢呢啲佢處理得好好啊嘛，因為你唔使諗嘅，知佢實搞得掂，係啊，知佢搞得掂啊，係咯，咁啊，浩信就係同阿定欣講嘅都係一樣啦。他未拍之前已經找我一起傾，喂點樣撩深啲先，挖到佢再深啲，即係我哋譬如就算簡單一場傾偈嘅戲，我係喺邊個點度可以挖得深啲？突然之間可能停頓半秒嘅啫，我哋呢度喂一齊大家頓半秒，或者一個飲酒嘅動作，誒停一停，其實已經係戲嚟㗎啦嘛。咁我哋會挖呢啲嘢出嚟咯，唔單止就係講嗰個對白咯。即係頭先佢講嘅嘢喺佢哋身上面都會揾到嘅，講真，即係專業啦、追求啦，咁同定欣合作咗都好多次，每一次佢都俾到驚喜我。好，咁同阿波唔佢嘅專業唔使講啦。哦，佢喺度，佢好似一個大哥咁，佢喺度我就入曬我的角色，佢去 take care 所有身邊嘅人，佢可以做到佢嘅角色，咁我就好放心。咁我喺嗰度我就好放心咁樣去同佢去。做我要做的演出，所以跟他們我是希望無限活的，